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吧，起来晚了，耽误你上班了吧？哎呦，我没事儿，你快吃饭吧。那个志文呢？哎呦，他一大早上就出去了。爸，这是咱家钥匙，我给您留家里啊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我在上班去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咱小区那花园挺好的，您白天要是没事儿，您就去溜溜啊。这牛奶你趁热喝了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啊，爸。你今天这油条谁夹的？这么硬啊！哎呀，你又不是没牙，凑合着吃。谁呀？谁呀？燕儿，志文，志文，这大早上你就跑了，有事儿啊？我正想问你呢。昨天什么意思啊？就想把爸推给我，不管了。什么推给你了？就爸过去住两天吗？那多少天算两天啊？那可不知道。爸要是想多住的话，我们也没什么意见。嫂子，这意思，你就是不想管了，爸那儿。什么时候不管了？爸的吃喝拉撒穿的用的不都是我们管的吗？你一大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，好像我们从来没养过爸似的。不是，我这是刚结婚，我房子又不大，爸在我这住着不方便。你怎么还没吃完饭呢？啊？志文，是不方便了，还是不想管爸呀？不是，谁不想养爸呀？我每月都交钱啊。不是，实在不行，那么着，哥，我多加点钱，你把爸接回来，好不好？加什么钱啊？我月多给你钱行不行？多给你200伙食费行不行？说来说去，就是不把爸往回接，是吧？志文，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把爸接回来住吗？现在怎么就不方便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爸现在不能住你的房子了，是吗？你当时蒙爸那600,000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呀？我怎么就成蒙了？我怎么是蒙呢？这事实啊！你实话说的太难听了。难听别听啊，别来。
这玩意儿。燕儿，你看牛首这样，爸在那肯定不行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把爸接回来。接什么接呀？不是，你知道牛志文为什么现在那么不孝顺吗？就是你们这帮人给惯的。一说不方便吧，这全家都围着他转悠，这怎么的了？他就爸刚到他们家几天，这就往外推，得了那么大的便宜还不想管爸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能接，就好好搬搬牛志文这臭毛病。那你看，你说的也是啊。哎，这个牛志文，这说的读哪儿去了？都读到屁股里去了。你说爸在咱们家待好几个月了，我放过一个屁吗？我原来还想把爸接回来，这回我就不接，我看他怎么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哎，崔大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上班呢呗，不是你一大早上上哪儿去了？我这不回家找哥来了吗？按他们的意思，他们是不想把爸接回来住了，而且话说的特别难听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们这话能说出来就能干出来，他们是真不想把爸接回来了。他们不管就不管，咱们养。不是，现在不是养不养的问题，我是顺不过这口气来，我现在就回家接爸去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这不折腾爸吗？这不是折腾。我跟你说，哥嫂子他俩不是忒欺负人了吗？有点儿。他们不养就不养吧，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呀？再说了，爸现在已经来咱家了，咱们尽尽孝道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这话你说的啊，那以后老爷子事你管，我不管了。急什么呀？谁急了？啊，不是，我没说你们。来，咱们继续啊，来，啊别动，再靠近一点，好，别动，笑一笑啊。好，来。老牛，老牛，紫霞大夫。哎呀，上次你看，你说参加我们合唱团活动挺有意思，我们现在还活动，你去看看呗。对不起呀、啊，我那个小儿子呀，非得让我上他那去住些日子，不去还不高兴。改日吧啊。啊，行，你这好，你这个换着地儿的享福啊。哎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开车？不用不用，公交很方便。啊，好，回见啊！哎，回见，哎，回见。哎，孩子多还是好。哟，爸，回来了。我买点菜，也不知道崔三愿吃啥，一样都买点儿。
什么都行。你看你怎么弄得满地都菜叶子呀？喂，我一会儿收拾收拾。咦，我就收拾。喂，你好。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嗯好的。来，快吃。喂，三。嗯，妈。您过来，他就是相声，他跟在我哥那儿吧，他不一样，有崔灿在呢。您尽管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指纹跟谁说话呢？嗯。啊、哦，那个，指纹他爸来了。老爷子一个人吗？不是，他过来住了。他住哪儿啊？就你那客卧呀。你那房子不是给我留着呢吗？嗯，是给你留着呢。那你现在不是在横店吗？那也不能给他住啊。没事，他赖着不走了，我回来我住哪儿啊？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别想那么远行吗？我跟你说，那房子是我的啊，我王春花的，我得给你把那房子占下来。别介啊。那什么，妈，你要来的话过一阵行吗？不行，我明天我就回来。不是那个，你听我说，啊，那个，这份他爸他也不一定住多长时间呢。你甭管了。那你，那个妈，那行，你好好拍戏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儿子，写作业呢。嗯。爷爷呢？不知道，回来就没见着。儿子，儿子，爷爷搬走了。我刚才进屋一看，东西全拿走了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就咱一家三口住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不高兴。没爷爷没意思，我要跟爷爷一起睡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你爸你妈为了你弄这套房子都快累死了，全是为了你。我不稀罕，我要爷爷。你不稀罕，你到大街上睡去。是不是因为我爸来你不高兴啊？不是。我妈要来了。你妈来了，她不能讲我们夫妻生活呀。哎，你妈来住哪儿啊？不，那屋我爸住着呢。我拦了，我拦得住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人，她说明天飞过来。不这什么事儿啊？我爸前脚到，你妈后脚就跟来了，她不捣乱吗？她不是。我妈来怎么就是捣乱啊？你那次我愿意让我妈来啊？她真是，再怎么着那是我妈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行，我错了。本来就是你错了。哎、小的是，我爸在乎。哎呦，那要是我妈真的来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可不是吗？来了，玉门，你这个门，哎。
你是你是亲家公，我是崔灿的妈妈。亲家公啊，哎呀呀呀呀，赶紧快进，你这一化妆啊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赶紧快进来来，麻烦您帮忙。真拿拿，我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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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房子不是很大。哎，亲家母，你咋拿这么多的包啊？你这，哎呀，还厨房。您住这儿吗？啊，对，我住这儿。你还没吃饭呢吗？啊，没关系。一块吃，一块吃，一块吃。嗯，吃吧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哦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亲家公，你来，你坐坐。这是我拍的那个电视剧啊，我主演的。是吗？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朋友出去那边。啊！看着看着看着吧。开始了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就是挺好，有点像补的。爸妈来过来吃点水果，快。哎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妈，不是，您真来了？你瞧你这话说的，那来可不就真来，那还假来？你是不是不欢迎我？欢迎欢迎，不是您早说呀，我接您去呀。嗨，接什么呀？我们这圈里说出外景就出外景，说回家就回家了。再说组里也有车。我去买点菜去。嗯。啊，爸。嗯。崔灿，你这别弄得太油腻了啊！大鱼大虾的我可不吃，我得保持身材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刚洗的水果你吃点。妈还真来了，我妈就这样，说到做到。不是，她来了，我跟我爸怎么睡呀？就这么点小床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凑合挤挤呗，总不能睡沙发吧？行了，我去看看我妈去。我这姑娘怎么小脸蜡黄啊？这女人得知道疼自己，保养自己，贴个面膜，弄个黄瓜片，很简单的事儿。我又不是演员，我又不上镜头，不需要。什么不需要？这一看就志文不知道疼自己媳妇儿。谁说的呀？志文对我挺好的。好什么呀好？好把他爸弄这儿来捣乱。你说人家爸干嘛呀？那你来不是捣乱啊？我来疼我闺女的。你疼我，我现在跟志文分房睡。看来我真得想个辙，把这老牛给挤得出这套房。你可别啊，你来就来了，别乱来。志文他爸对我也挺好的。我这闺女那么傻呀？你给我记住了啊，这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标兵并排跑。阿姨，你在这儿啊？那什么，我来看看我爸。哦，来来来来，看你爸。哎呦，你买这么小的苹果呀？亲家公，老大来看你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什么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少说人家。向东学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你先去跟志文挤一屋啊，那怎么住啊？哦，哥来了，哎，你们聊吧。我过来看看爸，看看吧，你看，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了，是挺挤的啊。那什么，爸，我单位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哪天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我跟你说事儿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
哥，哥，哥，不是，怎么了？那个，哎呀，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看你能不能把爸接回去啊？为什么呀？爸在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不好什么好啊？我现在我丈母娘来了，是吧？我就那一间客房，不是四个人他怎么住啊？要他睡觉都是问题。你还睡觉还成问题了？这玩意儿你要不想养爸爸，你就直接说啊！不，谁不想养爸了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那爸把东西都搬过来了。爸在我这现在确实真是不方便。他怎么不方便？不是哥，真的，你条件现在比我好，我现在有点快招架不住了啊！哎，我条件比你好，我就是个修下水管的，你是个研究生，你是个大白领，我条件，哎呀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爱怎么怎么地啊，我在上班了啊。哎哎，哥哥，100块钱。哎，好，我给您拿个袋儿呗。不用了。姐，你这还埋汰呢啊？怎么了？你得救救我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给我回家就知道了。这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啊，哎，有事你尽管说。想不想抱孙子呀？想啊，怎么不想呢？越快越好啊。我也是啊，你说这家里有个小孩多好玩啊。就是啊。崔灿昨天晚上也跟我说来的，他们也想要孩子，可是呢，这两个人呢，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，现在又分房睡，孩子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就明白了。我就想呢，我今天晚上啊，我睡客厅啊，这样呢就可以给孩子们创造条件，让他们在一起。可我又一想呢，我睡客厅，你说这男的这出出进进的多不好啊。您说这个事儿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睡客厅。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说呀？你出来一下吧，啊。青青母，我出去一下。哦。哎，妈，爸和志文呢？俩人外边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的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屋里说呀？跟阴谋策反一样。行了，妈，你老添乱。怎么是添乱呢？我来我是保卫你的，我挺好的，我不用你保卫。就你一个人，你看你牛家多少人呢？哎，谁要出点什么坏主意，人欺负死你。你这孩子也傻，你当时买房的时候怎么不把那个名字写在房本上呢？所以我现在得住下来，万一牛志文要是对你怎么样的话，咱们娘俩就住在里面不走。哎呀，行了吧，你这都哪跟哪儿啊！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找我干什么？姐，你回乡下住两天啊？有儿子家我不住，上闺女家住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这！哎，不是爸，哎爸，回来了，爸。姐来了，崔灿。嗯，那你快坐，我给你泡茶去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泡碧螺春吧啊，然后给妈跟爸也倒一杯。你看阿姨，不知道您在这儿空着手来，挺不好意思的。别坐啊，不用。那个爸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帮您收拾东西。我没同意跟你回去收什么东西。别走啊，亲家公，这我刚来你就走了，这多不合适啊。我没说走，我不走，这儿挺好。就是，这儿挺好的，我也喜欢。你看阿姨在这儿，您这多不方便呀！快回去吧，别老想着管我。你这沙发怎么睡呀？回去。不接。哎，不是，接。怎么了这是？在你里面。
哎，遛弯回来了。遛弯回来了。哎，今儿你没什么事吧？没啥事儿。你跟我去电影厂吧。我去电影厂干什么？今儿拍我的戏呀。你看你拍戏，我去干啥去？我一会儿还在家看斗牛呢。你这人真是，那斗牛什么时候不能看呀？净是大腕，那平时都见不着的。我还是在家看斗牛吧。我。哎呦，你可真行！你就不想着你这万一能合个影啊，给你孙子要个签名啥的？哎，你还别说，给我孙子要俩签名倒挺好，能给我签吗？当然行了，我跟他们都熟着呢。那行，我一句话就行。那我跟你去。哎，走。行行行。青青母，青青母，别这影响不好。老牛，你这思想也真够封建的。人剧组里搂脖掐腰不都经常的事儿吗？别，你拿着马扎干什么呀？得坐那等着呀，不是马上就能拍上。我给你拿，你不是还有点名吗？我你咋下手啊？小李啊，那个什么，我家里面有点事儿，然后你帮我盯一下，我先回家。行，没事，那我先撤了啊。嗯、行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燕姐慢走啊。哎，好嘞。咱们在这能行吗？你可别问那么多，可要了。快点！老牛，看车。导演，啊、快跟着导演。哪是导演呢？穿马甲。导演，我演过戏，我还说过词呢，演过。你多大？你演多大的，我就能演多大的。我要17的。那个，你们都拍全景是吧？全景17、27、37看不出来，我还演过16的呢。我演了吧，大姐，就你这脸还17啊？快看，走，你走。哎呦，我要咱们不干什么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能演了17的吗？喂，志华，你干嘛呢？家里有点事儿，回来一下呗。哎呀，让你回来就回来呗，啊，快点！我得经常得拍照片，拍照片造型。有照片吗？我有，我不光有，我看吗？看。哎，老娘。哎哎，聊什么呀，马扎？还有照片、啊、有还有呢，还真不是吹牛，这我吹什么牛啊？这人不爱吹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真是，我给你看我这造型。哎呀，这是谁？冯小刚。冯小刚导演亲口跟我说的，说我最适合演娘娘，说我最适合演娘娘。这儿你看这个，这是谁？还有这里头有那个谁，那个红雷，后面那是刘斌，红雷，还有这个陈道明，这我肉年轻最小的啊。哟，看什么呢？哎，副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你好，行吗，导演？导演，你好，行吗，导演？行吗，导演？导演，我这照片您看一下，等会儿造型，就这个，啊，这你们看，这是跟冯小刚导演拍的。哎，你老爷子，谁喊我呀？对你，我不是演员，那你干嘛的呀？我是陪着来溜达的。说话会不会？我当然会说话了，但我不会演戏呀、啊。我他，您看好他了？对，就找这形象的。一天多少钱啊，导演？一天40广盒饭。导演，我跟他说，有词儿、啊，有词儿呢。来，别说不去呀、啊，没事儿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我没演过戏呀、啊，这不是来了半天了，再说是饭点了啊。亮，我回来了，怎么的？家出什么事儿啊？出事儿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我知道爸房本在哪儿了。这事儿我也知道，你在那锁着呢吗？你知道什么用啊？再没钥匙。我有。不是你这，叫啊！
要是真撬啊？废话，不撬我，让你回来干嘛？不是，你说爸知道怎么办呢？没事儿啊，有我呢，快点啊！杨，你说撬自己家锁，那不算犯法吗？嘿，你这时候还挺聪明哈，不算，顶多算犯错。快点，我是快点，快点。这领扣闹一下，别都系上，系上好吧？都系上啊！怎么着？您看这俩行吗？这俩？你找的？啊，这俩。说过昨儿吗？演过戏吗？说过，演过。我上去吧，上去吧，快点，走走走，抓紧时间了啊！哎，我伞呢？我这么大胆，连伞都没有。啊，行行行，这人不够，现在还得再来点儿。对对对，再来五十。对对对，年轻点的啊！好啊好。快点快点。我把剧情跟你说一下，听着听着，我把剧情跟你说一下，你儿子呢是地下工作者，被日本鬼子逮起来了，就这块儿，知道吧？可是呢，他手里有一份情报，你一会儿从这儿进来，日本鬼子会拦你，拦你的时候呢，想办法贿赂他，然后把情报拿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就人不让进，你贿赂人家，会给他钱是给他金条啊？给钱。啊，你是商人，你有钱。其实给金条诱惑力大，哪那么多废话呀你？这是你的词儿，三句，认识字儿吧？就三句啊！哎，导演，我其实觉得他是一商人哈，对，他自己进来吧，其实挺有危险的。对，我跟他一块儿，两个人一块儿贿赂，可能就更容易迷惑鬼子。对对对，女人诱惑成功力大，符合生活，其实对你们有好处，对你这戏有好处。导演，要不然给他安排一姨太太什么的？你定吗？哟，都炒好了。怎么样，老牛？不好，累一天，反来覆去就拍一个镜头，还没给孙子要了签名。人家搞艺术，精益求精，没时间长了，你习惯了，你就好了。我看你呀是干这个料，你看给你两句台词，你说多利索呀！下回还带你去啊？拉倒吧，下次打死我我也不带去的。老牛啊，你不要觉得掏了低费觉得冤屈啊！你今天都成了腕儿了，再说你把我马扎给丢了。哎呦！哟！哎呀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赶快饭都做好。干嘛去了吧？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爸爸，我带你爸拍戏去了。哎呀，爸拍的可好了。是吗？行了吧，当演员了。来吧，先喝点水，那么。可得了吧，哎呀，当群众演员挣四十，打车花四十五，整个倒贴。老牛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就当个前期投入了嘛？你今后拍戏拍多了，那导演找你找的就多了，哎，成了腕了，来钱都快了呢。嗯，我不想当腕。死活我不去了啊！不如我耍别的好玩呢。行，不去了，爸。赶明儿咱还去公园耍咱的鞭子啊！妈，你要是再拍戏，你自己疯去啊！别带着爸折腾。什么叫他折腾？来拍剧就是折腾。要想人前显贵，你就要人后受罪。妈在横店这么多年，哎，那拍戏他们都是找我，得靠谱。啊，不是，这儿没有王曼玉。哎哎，喂，哎，等等，不等。啊我你快点，我哎呦啊啊哎哎，我就是王曼玉啊，这是我艺名，他们不太清楚啊。哎，刘导演啊，哦好好啊，行，您找我拍戏吧。不是，我就让你通知一下，今天下午那个老头啊，明天让他接着来开工。哦哦，那我呢，我怎么安排？哦，这个没安排你明天不用来了，但是让那个老头呢明天七点钟准时到。
那准时不了。妈，快吃饭。哼，什么刘导、王导，哼，张导、胡导，都算上一个一个的，你都是瞎导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跟谁生气了？哎，我说他们家姓牛的脑子有没有毛病啊？他不跟我说他不愿意当演员吗？哎，怎么一拍戏就跟我抢了？干嘛老呛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住在这儿也不走，什么意思嘛？喊什么呀？人家住在这是因为家里有矛盾，你就理解理解呗。哪儿没有矛盾呢？啊，咱们家没矛盾吗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多不方便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把爸赶走啊？咱们家是那么坏的人吗？是不是？想办法让他自己走是最好的。去，你不准你瞎闹啊！爸对我可好了呢。傻丫头，我的爸爸把叫挺亲的，他姓崔吗？他看着牛爹那么欺负你，我就心里头就不舒服。哎呀，行了，没有人欺负我啊！快吃饭。我不吃，我又拍了一天戏了，累死了，快。行，没人管你。喝点水，清洁膜。哎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、哎，这个角色，他好啊。也不行，他那个表演不行，他那个眼神，那个眼神不能那样演。怎么演？眼神他得上去，他得这样。嗯。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？我不明白。老牛啊，我看你这个艺术细胞不是很多。没有，压根就没有。嗯，来了，来了。爸。哎呀，俺野子送菜了。对，卖不完，都坏了，搁在家里。还出差呢？哎呀，这钱呐，不是一天挣的，该歇歇就歇歇嘛。赶紧买，咱不能挣钱买药不是？把鱼收拾一下吧。你在这干啥鱼？阿姨，嗯，来了。哎。我说看会儿电视剧吧，这跟走马灯似的，这来人。哟，这张照片，这谁呀？这是我妈，啊，这是你妈呀？嗯。哎呀，你长得是既不像你爸，也不像你妈耶。你别不爱听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经剧组，我这见着高人了，你看啊。你别不爱听啊！你妈妈这个嘴唇啊太薄，这个薄啊就命薄，还有这个硬糖，你看见没有？黑，而且也不是福薄命薄。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书上写的，都是书上写的，书上就这么写的，是不是？老牛知道哈？我们剧组我们就看看相，我们这都是书上写的，就是福薄命薄，就这个相啊就能互相就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福薄命薄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呀？这不是说这是这不看相吗？哎，我是崔灿的妈啊，你得尊重我。长辈才不应该这么说话呢。怎么说话呀？我们的剧组都互相看相，这不算是这是家，这不是剧组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剧组，可这是我的家呀，我怎么不能？这怎么是你的家呀？这是我的家了，这是牛志文的家，是我爸的家，好不好？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你看你闺女，清洁膜，这脾气太大了。对，他不懂事。我们剧组里什么都说，就是我们都互相看相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书上都写着，这都是科学。先清清嘴，不会说话就好好想想。怎么不会说话呢？我哪句话？爸，你怎么就受他这么欺负啊？我叫你别在这儿住着的。信德有不信糟粕，我就说了两句，怎么就？行了，嘴薄命薄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什么错吗？行了，我送你走，你可别。我就告诉，我跟你说，别在这儿住了。走，别老往这送菜。你跟我回去住吧。哎呀，我不能生气，我得把他们气跑了，我不能生气。哼！我说你可真行，这种人你也受得了？好男不跟女斗，他像有精神病似的，你跟他吵什么呀？到哪儿都跟人吵啊你啊！谁到哪儿都跟人吵了？我不早说让你跟我回乡下住吗？这种气你也受啊？我跟你到乡下算怎么回事？我有儿子，真是的。寻思寻思自己得了。
你家里现在怎么样啊？现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。那你们俩一个卖菜，一个打石头，孩子吃饭怎么整啊？他自己能行，早晨多做一点，中午热热剩菜，晚上凑合凑合，没事儿。哎，那不还是凑合吗？孩子得好好培养，要不然我在城里给他找个学校吧。没事儿，他又不是什么特长生，别操心我了，我这是担心您呢。你担心我干什么？我挺好的。那行吧，那我走了。这不天阴上来了吗？我给你拿把伞去。雨下不大，你想回乡下住，你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卖菜别再跟人吵吵起来呀。走了啊。